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会。我们是来自美国的华盛顿大学音乐学院管乐团。那么首先我想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指挥 Timothy Saltzman 先生，他呢是美国当今著名的管乐指挥，现在呢担任华盛顿大学音乐学院指挥教授以及华盛顿大学管乐团指挥总监。我将担任今天的翻译。那么我是毕业于2012年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的学生程建南，我现在就读于华盛顿大学音乐学院，读硕士一年级，管乐指挥专业。那么下面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曲目。今天的曲目呢，都是我们带来的美国作曲家创作的一些近代非常优秀的管乐作品。那么上一首，刚才我们大家刚刚听见的一首曲子《世纪卡农》，是由现在炙手可热的作曲家凯文·帕茨创作。那么他呢，也是刚刚赢得了在作曲界最高的奖项——普利策奖。那么下一首大家要听见的曲子呢，是叫《多种元素》。这是一首原先为钢琴、次中音号和大号创作的三重奏，我们用钢琴的部分改编成今天大家将听见的管乐团的版本，请大家欣赏。一、二、三、四。
下面我将介绍现任华盛顿大学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系主任的 Steve Morrison 教授，他今天将给我们指挥《遮蔽的天空》，由约翰麦基作曲。Thank you.
下面我们将演奏的是一首小号协奏曲，名字是小号与管乐团远足，由布鲁斯·布劳顿作曲。那么这位作曲家在好莱坞创作了很多电影音乐，所以说呢他的电影音乐为人熟知。我还要介绍一下今天的小号独奏，David Gordon 先生，他是西雅图交响乐团的小号首席，并且曾经担任伦敦爱乐乐团的小号首席，那么现在在华盛顿大学音乐学院担任小号老师。
我们将演奏我们的今天音乐会的最后一首曲目，是由大卫·马斯兰卡作曲的第四交响乐。那么这首曲子是一首非常重要以及非常经典的管乐曲目。这首曲子的主题是运用了一个重赞歌的主题，然后在这个曲子当中大家会听见很多不同的音乐元素和风格，比如说爵士乐、拉格泰姆还有巴赫等等。那么呢，我想在这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就是看看大家能不能在这首曲子当中发现一些不同的声音，给您一个提示，比如说婴儿的哭声。
Thank you.
Thank you.